杨紫作为当代青年演员的佼佼者，近期主演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。你觉得她在剧中表现的感觉怎么样？下面咱们来聊一聊杨紫。她扮演的女主角李冉竹，是一个内心善良、勇于追求真爱的女孩。杨紫通过出色的演技，将这个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、深入人心。杨紫在剧中，杨紫通过精湛的表演， 将李冉竹的情感变化展现得十分细腻，她能够准确地把握每个情绪的度，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。无论是悲伤、喜悦还是愤怒，她都能够用自己独特的表演方式将情感传递给观众，让人为之动容。杨紫剧照除了情感的展现，杨紫在剧中的角色塑造也非常成功。李冉竹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， 她在面对困境时从不退缩，始终保持着对爱情的向往。在杨紫的演绎下，这个角色更加立体饱满，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以忘怀的印象。杨紫总的来说，杨紫在《长相思》中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她的演技和形象都备受赞誉。这部剧不仅展示了她的演技实力，也展现出她对艺术的追求和执着。相信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， 杨紫会继续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，让我们共同期待。